最好是玩很大，可以玩一下，因为爸爸需要这一回进攻一下，来证明谁才是一家之主。你不要烦别人。达达，你做到了，你今年的广告比老婆还多。何家燕，你已经是家里的老二了。有三次的机会，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对对对，因为欠太久也不好。对，那旧的又有一点生锈，想说看有没有新的，然后把那个牌子改一改。他应该要的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努力的让自己有了这一番的成就。他最好是玩很大，可以来一下，因为爸爸需要这一个金钟奖来证明谁才是一家之主。你不要烦别人。达达，你做到了，你今年的广告比老婆还多。何家燕，你已经是家里的老二了。那个健康医的一个罐头，跟那个达达，他们两个联合送给我一套西装。那总共两碗西装，穿的那个西装，然后跟你一起走红毯。对，这不会是我。然后跟点点还有露露一起走红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。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